你看你爸捧的啥？螃蟹呗。你咋知道呢？因为我听见你们说要吃螃蟹。这个是二舅家的鸽，从苏州给邮过来的。两盒呢。嗯，吃的时候就死了，应该是活的，应该是活的吗？嗯，有、嗯、猴、行行行，那我就给你套上了啊。嗯，好嘞，给他干整整。找到个干活的。嗯，刚才看它动了，怎么不动了呢？俺们都以为是死的呢。我觉得是应该是活的，那么刚才动了。那个五花大绑的，我打开就为了证明它是活的。家长先跳。没事儿，不用再搬了，搬了，这回你把它拿出来，我拿，按着点儿。拿那筷子吧，我去拿这卫生筷子。听爸。嗯。妈妈，你磕不磕？嗯。完了，这个呢？不有一个打开的吗？嗯。这黄色煎饼啊。嗯。你是干俺家吃的煎饼，完了说好吃啊。嗯。啊。哎，我姑姑家煎饼可好吃了。好喝的。嗯，你都没要两个回。这天我他干啥了？几个月？死了不要死。